野战后两天前进摩铁，这次真的达阵了。3月25日，被曝已有孩子的林百瑞跟王静公园前戏玩，直到3月27日的下午2点，林百瑞出门拦了一辆计程车，一路从北投直驱捷运双连站。他下车后，在一张椅子迅速坐下，又是椅子，又是王静，可见小俩口多么热爱，多么把握时间相处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林百瑞跟王静又坐上捷运到中山站，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50分左右，他们竟双双进了丹迪旅店。大白天就上演如此限制级的戏码，可见他们多么需要消解欲火，也难得一改两天前的经济型空源野战前戏，终于花钱正式进入主题达阵。